咪睡觉打鼾是什么原因？蒲佳琪，职业兽医师。猫咪睡觉打鼾，首先可能是因为面部结构原因引起，比如加菲猫这类短鼻品种的猫咪，由于鼻骨短，鼻腔内部和上呼吸道出现弯曲的结构，所以导致睡觉时呼吸不顺畅，出现打鼾的情况。其次是睡姿不当，猫咪睡觉时会出现各种睡姿，当身体和脖子扭曲的角度较大时，出现呼吸障碍，从而导致打鼾的情况。然后是肥胖，肥胖也是导致猫咪打鼾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脂肪过多会使猫咪咽壁肥厚，咽喉和气管变窄，软腭肥大等情况，不利于猫咪的健康成长。最后是呼吸道疾病，如果猫咪平时睡觉不打鼾，突然出现打鼾的情况，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出现了呼吸道问题，需要到医院进行检查。